用力扔出保特瓶，中国福州这位男子因为螺蛳粉里面没有螺蛳而暴怒，要求退款。就想吃霸王餐嘛，他说螺蛳粉，你这螺蛳在哪里？我们说我们螺蛳是用来熬汤的，和有的都是碎的，你吃了会划破口腔。老板甚至带他到厨房查看，无奈男子继续闹，最后只好报警处理。螺蛳粉是广西柳州的街头小吃，又臭又香，风靡中国，甚至还有主题曲。螺蛳粉，螺蛳粉，我爱螺蛳粉，又酸又辣，螺蛳粉真的很高级。杂店男子心心念念的螺蛳是三种常见的淡水石螺，一般用来熬制成汤底，不会食用。杂店影片在微博疯传，也让网友忍不住讽刺：难道吃老婆饼里面得送老婆，夫妻肺片还要附上一对夫妻才行吗？三立新闻刘菊瑜报道。